我知道。他不爱我，我们已经分手了。我知道。你知道？原来你是这么关心我。因为他已经和我在一起了。要不，咱俩分了吧？为什么呀？凭我月月的容貌，那找个高富帅不就是分分钟的事儿吗？你觉得我漂亮吗？你怎么在这儿呢？你长得真帅啊，江小帅。如果你没有亲眼瞧见自个儿爱了七年的女人跟别的男人亲嘴，你是不会理解我现在的痛楚的。教教我吧。教你什么呀？教我怎么钓男人。钓男人？说，前几天怎么回事？今儿这天真蓝啊。绿蛇还没关着呢。怎么着，手痒痒了，没人跟你斗蛇了？王硕，别跟我提这人。我看不仅认识，好像还有一段纠葛。我们如果能从郭成宇身上寻找突破口，没准能有意外收获呢。石城的下半辈子早晚是你的，以后你别往我们这儿跑。我看见你恶心。